在2003年的时候，同乐剧团有一出戏叫做《义正人生》。那这出戏是在讲有一些中辍生他们参加八家将的故事。然后基本上这出戏呢，就是以这些青少年中辍生为主，然后描述说他们在社会底层的这些故事。那时候我们特地邀请了一些就是有参与八家将的青少年，同时我们也找了一些公益团体，然后他们是在特别关怀是那个中辍生的这些公益团体来看戏，因为我知道很多这些中低收入的家庭，其实他们是不可能来去看小剧场的演出，甚至不可能走进国家剧院啊。虽然我们那时候是在国家剧院的实验剧场。这次怀疑将会在11月30号在基隆文化中心演出，那这个是东北角艺术节其中的一个节目。这次呢，我们也会有相同的计划，就是希望透过 Flying V 集资平台，那希望透过这个动作，我们可以邀请更多的这个基隆地区的中低收入户以及中辍生，可以到剧场来观赏我们的演出。